我听到了不祥的声音呀，苦力怕果然不祥。这玩意儿真烦。那可不啊，我又是蜘蛛，我刚上来，不会吧，你别打我，你给我下去。你谁打我？没有谁打你，反正不是我。我去，妈黑了，看都看不到。我被拔下来了，我被他举高了，完了我要死。哎呦，冰冰，我们要不从旁边挖个地方，然后直接垫上去算了，不在里面找。我也觉得好危险啊，里面。哇，又挖就两个非常大的小木色恶魂盯着我，你看。咦，把它去洗去洗。哎，打歪了。去洗，哇，这个。这么大不像是小的吧，阿娟？是的，你两个木色恶魂只有一个，这太小了。我以前打的时候只有一个，而且没有这么弱，打几下就死，不可能的，这绝对不是他。行吧，我在我旁边挖个洞，太小了呢。这木头好难挖呀，这啥木头啊？这不是一般的木头，这是王位室里面的木头。咦，死了，死了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去垫上去吧，小心点哦。哇，好痛！要不我们是从里面爬上去吧，我感觉外面更危险。这还有一只，杀了，烦死了，终于死了。啊！你也是狗子！我看到右边有一个把你打飞的。算了，直接从这里垫上去吧。我觉得好了，你我已经垫上来了。哎，你上去啦！啊！我天，上来就被打。你撑住啊，我先传送你那边。我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上来就被打。哦好痛。快上来快上来，走，我们继续往上跑。上来啊娟，好大一个大冰脸。看见了吗，我刚去拿的那点火把，这才是传说中的木色恶魂，明白了吧。他在打我，快来。他好凶，在哪儿？他的伤害好高，我们要学会走位和掩护，不然等一下被他吊打。我拿弓箭打他了，这才是传说中的木色恶魂，你知道了吧？刚刚那些都是他的娃娃，他可真能生啊！完了完了，哎呀，中招了，我的妈呀，又中招了！刚才刮痧一样打他。妮妮，你倒是打呀，你人哦哦，我在打呀，我不要打下去了，我才上来。有没有发现他像小孩一样在哭？是吗？我以为刚刚我听到的是猫叫声。他终于要死了！啊，死了！终于死了！哦，快看看他的箱子有什么，好大个箱子！他箱子在哪儿啊？哦，我这儿。哦，战利品。和炙热之内拿上，咱们就应该能够去那个解锁了，就可以解锁下一个成就了。阿娟，哦，你拿上了吗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战利品放到哪儿呢？你，哦，放到这儿是吧？哎，我怎么把？快看我，你快看我的头！哎，这个能戴呀，我也要戴。笑死我了！怎么有两个头？你也有一个头吗？对，丑丑的两个人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暮色森林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拜拜。哎，对了，问你那个问题，你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去干嘛吗？剪羊毛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去找那个冰天雪地、冰雪女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她了，她的宝箱非常的丰富。Okay.